Yeah.
的人呢，请给他一个拥抱好吗？跟大家见面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当然还有一些很熟悉的老朋友们。今天其实设计了一个跟以往音乐节不一样的一个开场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在平常啊，像今天是周六，那很多上班的朋友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休闲的一个假期。那其实对于在上学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抛去所有的烦恼，卸下所有的疲惫，一起跟我在海滩蹦起来。
其实有做了开了一个直播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边的这个落日跟看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，也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那这么应景的一个地方呢，一定少不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我在去年的一个小灵感，后来写成了一首歌，然后当时它也有名字。当时的名字叫原创，后来改名叫一个人，去试一下。哎，这个腰好像有点尴尬啊。这首歌跟这里蛮符合的，我觉得。对。是街坊附近的
上位上面唱过，这个是在外面的舞台第一次唱。除了这首歌呢，其实今天还有一首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。可能现场有一些新朋友们没有听过我的歌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比较大家都听过。这首歌叫做《喝口水》。
是说想分开的理由。
合照，这次记得了，合照摄像老师，一分钟拍个照片，今天再见。剩一起。